凤兮凤兮，何德之帅？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小师傅，天色已晚，你来我这修身之地大开杀戒，到底是何居心呢？不破无门，为人所教。一敏于那熊皮，守着后山要道，知君命不好，同病亦同忧。观音禅院是烧没了，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，他
有数常在。你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忘了最好。那三口中，你可都见过了。旁人念念不忘的，也是你所求的。中。自那黑风怪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，却不许旁人靠近。莫非那三口钟与当年的黄泉蟠乱有关？此人自然不像假话。阿弥陀佛，那三口红钟终于响了。徒儿们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我看不见样貌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儿。你回来了！定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，快还给我！
我今年270岁，空乘了几百件袈裟，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不，光之光芒，那袈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们别烧。